昨天临时决定要自己骑一个长途，很久没有骑行骑乐了，所以打算自己一个人骑去那个巴安拉浪一个海边的一个小市镇。大早还没有到五点就出门了。刚刚第一个片段，我在那个便利商店买那个巧克力棒的时候，顺便把我的手套换掉。刚刚是用全纸手套的，全包的，包完全说是比较能够保暖。之后我会做一个影片，是关于我的手套的。那个影片将会介绍我那几双手套，它不同的特性啊，它的功能啊，或者是它的特点、优点、缺点之类的。刚刚有遇到破胎。刚刚到家就下很大了。